迎收看最新一期导演的月唱，我是米高比。刚刚过去两个月可以说是游戏迷们最欢乐的时光，各种大作接踵而至，钱包更是以肉眼可见速度小瘦下去。具体都是哪些游戏让他减肥这么成功呢？请听我一一道来。要说二月份最火爆的游戏，那自然是由成双组制作的 Apex 英雄。说实话，吃鸡游戏一直是我不喜欢的游戏类型，无论是绝地求生还是堡垒之夜，我的结局永远只有两种，一种是专业踢印肩膊20年，走着走着突然暴毙身亡；另一种就是专业伏地魔，红圈不锁认不动，所以可以说是游戏体验极差的。不过这种日子终于到头了，因为史上最牛逼的吃鸡游戏 Apex 英雄出现。这游戏可以说是融合了市面所有最优秀元素，大幅简化的弱智也能玩明白的装备系统，完美传承《泰坦降临》系列塔式的设计手感，高机动立体的战斗空间，朴实无华的机动系统与风格鲜明的人物设定。I don't think you have any idea how fast I really am. I'm fast as fuck, boy. Do you have any idea how fast I am?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the fairest of them all?以及游戏最出色的创意交流系统，真正的让我这个连接从不开语音的聋哑玩家尝到了刺激的快乐。个人使命建议以后所有的联机游戏都加入这个交流系统，而且游戏还是免费的，热度可以说是瞬间成为全球第一，上线一周玩家就突破了2500万，这个成绩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了。成双组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次，然而总因为是免费违法成本低，游戏里出现了很多卖挂跟用挂的司马孤儿。虽然我玩的主机版不会有这个问题，但在网上随便搜了搜 PC 版的现状。来啦老弟，打扰打扰几秒钟，你听我说，透视透视无后，自瞄自瞄追踪，加速加速穿墙，飞天遁地稳定本放，进群就送战斗塔，跟 Q 群子弹追踪，全网最暴力、最稳定辅助。46488，天卡20。请加入新浪大数据平台，咱们跳伞，剩10个人，7个小队。然后我们是一个小队嘛，然后还有6个小队，还有7个人，我操！7个人6个小队，我靠！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中国玩家的名声也已经在外网臭到不行，别的不说，至少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可以做到不用挂，健康游戏从你我做起。其实 Apex 英雄算是标准横空出世的黑马游戏，发售前甚至没有任何宣传，那都好，就是哭了半个月后发售的超三 A 游戏松格了。虽然题材不同，但本质上两个游戏皆为需要占用玩家大量游玩时间的多人联机游戏，且都为 EA 负责发行。这种近似养蛊的宣发思路其实在2016年出现过一次，当年由重生组制作的泰坦降临2可以说是近几年最优秀 FPS 游戏之一，游戏单一模式只要玩过的人没有不夸的，但最终销量却叫好不叫座，只因 EA 当年为了聚集同时同一份发售的 COD13， 恶意地把泰坦降临2发售日夹在另外两款传统 FPS 大作《战地一》跟《COD13》之间，一个月内出现3款同类型的游戏，普通玩家自然会选择公家出名的两个传统 IP， 所以业界毒瘤的称号真不是比较的。这不，上个月EA又来这么一出，耗费大量资金宣传了多年的3A大作松哥，被利用宣传的 Apex 英雄干翻，总所谓发起狠来连自己都杀。当然，松哥之所以失败，有很大部分原因都是产品本身的问题。接下来就是松哥批判时间。作为一款备受各方期待的三 A 游戏，松哥从2017年E3出工不时的惊艳登场，2018年E3时的吊足大众胃口，
得到发售前贝塔测试时的隐隐不安，背后发售的成品可以说是让人大失所望。作为一个刷刷刷游戏，本作在装备驱动跟副本内容的表现上十分贫乏与落后，手软也完全没有在命运一跟陷阱红色一等前车之鉴中吸取经验教训，甚至可以说是直接翻车到了前车的前面。尤其在初期版本，更是出现注入一级武器比顶级传奇武器攻击力更高的情况。因为特殊的犯法，导致玩家甚至可以通过主动携带辅助装备来达到提高伤害输出的设计也是前无古人。游戏依旧因为底层设计，至今也无法实现玩家数值面板这一最基本功能。也就是说，作为刷的游戏，玩家想看自己角色的攻击、防御、血量，只能靠猜；运气值也只能靠自己速算加玄学。各种 bug 也是令人啼笑非凡。不过，虽然游戏有种种问题，但依旧让我欲罢不能。正所谓数岁骆驼比马大，本作扎实的设计手感、爽快的战斗体验跟声光化表现，可以说是目前业界最顶尖的水平了。而且像宋哥这样能让你真真切切当一回钢铁侠、上天入地过把瘾的游戏可不多。四个职业之间的差别也做得十分明显，战士、法师、刺客、坦克，每个之间的玩法、技能搭配都值得玩家细细品味。总结下来，就是宋哥这游戏展示就是个典型的面子工程，表面光鲜华丽，实则空洞无味。不过我觉得还是能抢救一下，官方也承诺后续会一直免费更新下去。个人感觉游戏底子很好，但欠缺打磨，需要至少半年时间去更新。毕竟也有不少通过后续更新把游戏生生救活的例子嘛。只希望一个人能够不要放弃手软，让他能够切实地履行自己诺言，有朝一日也能让我这个办公室第一宋哥吹能够骄傲的抬起头来。This is far from over. In fact, it's only just begun. Crackdown 3. 很多人骂宋哥都是怪他发售时的游戏内容跟宣传片差距过大，但你们是不是忘了出过斩将三？Connecting to the Microsoft Cloud, play with 20 times the computational power of your Xbox One, and experience unrelenting destruction and mayhem. Let's 回到吃鸡的话题。吃鸡可以说是近几年开始流行的游戏类型，各种厂商因为看到了趋势，纷纷在自己传统大作 IP 里加入了吃鸡模式。总所谓万物皆可吃鸡，但我最没想到的就是传统益智游戏俄罗斯方块也在 NS 上推出一款名为俄罗斯方块99的吃鸡游戏。在看到游戏实际试玩之前，我以为游戏是这样的。进了游戏后发现游戏是这样的，对不起打扰了。时隔11年，鬼泣系列终于迎来了总统续作鬼泣5，官方从公布起就一直把平成年度最优秀动作游戏作为宣传语。顺便在这给大家科普一下，平成年是从1989年1月8号开始，2019年4月30号结束。也就是说，本作其实就是以做出99%玩家这辈子玩过的最优秀的动作游戏为目标而开发的。游戏剧情本身没啥好吐槽的，无非就是但丁与他双胞胎哥哥跟他打折的那点事。这俩兄弟之间可以说是打是亲骂是爱的典型了。说实话，格局很小，甚至有点腻。仔细盘算一下，基本上系列每一代都这兄弟俩来来回回纠缠，你爱我你就插我一刀，我爱你我反手给自己一刀之类的。四，
不过毕竟动作游戏，感情戏只是辅助，动作戏才是总片。此次总命，本作确实做到了卡表宣传那样优秀，三名主角各有自己特色。总司壮年尼禄虽然只有一把榆木刀，在看别人掌握核心玩法后刀刀反抗的爽快感无人能敌。念过版本扫大爷丹顶武器数量的攻势达到系列最高的4000把，看高速切换起来似乎每分钟 EPM 可以达到6倍。新角色 V 可以说是本作在求稳为主下为数不多的创新，也算是老卡教科书级别演绎了如何在一个寸动的游戏中加入一个左换系角色的同时还能让玩家玩出爽快感。不过关于操作这名角色是如何手持手柄，办公室产生了不少分歧。作为一个对动作游戏还挺挑剔的玩家，我就特别不理解为什么鬼泣5的 V 初始操作键位要是这样的，又要念诗，又要锁定，又要控制豹子和乌鸦，还要跳，还要控制视角，动不动还要锁定个大招。我们又不是六指恶魔人，有没有搞错啊？大家都知道用常规的手柄握持手法来操控 V 的话过于难受，所以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手柄使用方法，然后以毒攻毒，把两个需要长按的键放在这儿，然后这里是豹子，然后这是这是乌鸦，然后这个就是召唤 Nightmare， 然后这里是左摇杆，这里是右摇杆，然后锁定和念诗，就这样可以非常轻松的搓招。其实我对鬼泣5这个游戏并不是那么感兴趣，但是 V 的人设真的非常的戳我，玩下来发现 V 的操作真的非常的反人类，所以最后就选择了一键连招。大家都知道这个鬼泣实际上的这个真正名字啊是皇位空战，所以呢不用这个分摇杆玩简直就不合适，所以呢仔细想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个比如说乌鸦老哥这个手感很像机炮，你放在扳机键就可以了，上面呢这个键非常充裕啊，这个豹子放在这里啊，石头人放在这里差不多，然后再搭配这个各式各样的方向派生就可以了啊。像这个微小哥其他的事呢，你看这个飞行摇杆上按键这么多，随便意思意思啊就差不多了，就非常快乐啊，就可以快乐的空战。说完了丹顶，那就不得不提另外一个站在 ACT 游戏顶点男人孙龙。与鬼泣一直以来选画时尚的风格不同，忍者龙剑传系列一直以游戏高难度且写实的风格组成，主角孙龙更是标准的沉默寡言，话不多说就是干的猛男典范。但不知为何忍龙系列也好几年没出过续作了，直到我看完这个视频，我算是知道为什么没法出续作了。似乎什么杀人匪球孙龙 DLC 指日可待。说到难，那就受不了说到我个人最讨厌的游戏系列宫崎老贼的混系全家桶。但这次老贼最新作之浪确实让我很感兴趣。確かにもらい受けた。咱国家忍者的题材不再鼓励玩家沿用旧式除了发包不提钱的传统混血二人转回合制动作游戏的思路，主角再也不是看反斗打俩棍就要停下来休息的老汉体质，取而代之是增加加速套系统。简单来说就是进攻可以增加地方的套，非完美防御会削减玩家的套，当套积累满了后可以无视血量一击必杀，所以这次在跟 boss 单挑的时候时常会让我有种在玩格斗游戏的感觉，因为几乎所有对面打过来做事都可以有对应的化解方法。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每个人对于这游戏理解都不同，比如有台 STN 的实弹就完美突破表面砍透了游戏的核心玩法。游戏的本质，你以为这浪只是个动作游戏，错，其实它是个节奏游戏，你只要给这类屏幕贴上一个全新的 UI 整个游戏就会简单很多。办公室里老妈是这么玩的，
我就不同了，我完全没有看懂游戏的本质，我一般都是这么玩的。三月份有两个首库游戏，除了大众追捧的《只狼》，还有一个相对小众但玩过都较好的游戏，那就是《特技摩托崛起》。办公室里只有习总在不停的尝试。这游戏怎么说呢？让我充分认识到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世界第一的游戏录像是这样的。习总的游戏录像是这样的。我的是这样的。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月藏的全部内容。爱游戏，爱生活，爱集合，我是米高贝，咱们下月核聚变见。